吃到干净的水果真的很难吗？展示科技新创。这款全自动果蔬净化器采用臭氧净化，通过等离子与活氧水有效氧化蔬菜水果表面的农药，降低农药的残留量。它还设有智能灵敏触控键，可根据不同食材的清洗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净化，能有效去除食材表面约94%的残留农药，还原食材的天然新鲜，让我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物。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无需安装，可以随时随地开启除菌清洗状态。同时搭配10升大容量空间，一次清洗多种食材，方便快捷。除此之外，独特的静音设计也减少了噪音污染。这款净化器还有深层除菌功能，将碗筷放入到净化器中，净化器内部的紫外线和通风系统会进行双重杀菌，有效抑制了细菌的二次滋生，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。开饭啦！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有效地去除食材表面的农药、重金属、致病菌等有害物质，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。未来，果蔬净化器将被更广泛地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心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蜂窝陶瓷蓄热地。近年来，绿色工厂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，一座座工厂不断加大对废气排放的治理力度，用节能降耗、绿色环保的实际行动，推动着经济社会的低碳发展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高雅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工厂节能降耗的方式越来越多。今天我将带大家去了解一个国家级专精特新的技术成果——蜂窝陶瓷蓄热体。据说它能利用有机废气处理有机废气，听起来很神奇，这是真的吗？走，我将带领大家去它的实际应用场景去看看。陶瓷蓄热体有时是圆的，有时是方的，有时又是长的，无论外形如何变化，但它的截面孔大多为正方形、正六边形，且孔道是相互平行的直通道结构。这种结构可以大大降低气孔流经的阻力，大幅度提高蓄热体的单孔体积换热效率。就是这一个个细密的小孔，决定着陶瓷蓄热体的换热效率。
当单位面积上的孔数越多时，它的比表面积越大，换热面积也就越大，陶瓷蓄热体的换热效率也就越高，可以更好地实现余热回收，高效处理工业废气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人造石工厂，在生产人造石的过程中，因为会添加部分石材粘合剂，表示工厂会排放出有机废气，同时还会产生大量粉尘，如果处理不当，粉尘就会堵塞孔道，降低蓄热体的换热效率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主要采用致密蓄热体，粉尘吸附力更弱一点，使用寿命更长一点，实现节能降耗环保目标。那么致密蓄热体相比普通蓄热体，它的致密性到底多强呢？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滴水滴的实验来测试一下。我们分别在致密蓄热体和普通蓄热体上滴一滴水，您可以用放大镜观察一下。我看到水滴已经完全的渗透下去了。是。而我们这个致密性的蓄热体上的水滴的轮廓还非常的清晰。对，这种蓄热体密度更大，表面也更光滑，所以它的自洁能力也更强。陶瓷蓄热体大大降低了废气热损失，极大限度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率，降低了热工设备的废气排放量，有效的改善了大气环境。未来陶瓷蓄热体还将继续应用到更多领域，深入践行生态文明、节能降耗，为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添砖加瓦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虚拟世界的竞技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。体育竞技是体育项目的一种比拼形式，它不仅给运动员拼搏竞技的舞台，还给观众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视觉享受。但这一切如果发生在虚拟世界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？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？